老板您好，我叫马书生，我计量47岁，我身高1米50公分，我体重43公斤，我结婚了，我有2个小孩，大的计量28岁，小的计量25岁，我去过马来西亚5年，在马来西亚我做照顾小孩、煮饭、洗衣服、打扫。我还没去过澳门，我想到澳门工作将前帮助家庭，我会煮饭、洗衣服、打扫、照顾小孩、照顾老人。在澳门工作很辛苦，我受得了什么工作可以做？请老板帮助我找到好工作，谢谢老板。